雪鹰所中的巫毒，鬼流院巫毒，那是当年大魔神的兄弟巫神在临死之前用自己的内丹所致，根本就无药可解。现在所做的只不过勉强用药性压制毒性度日，最终他的血液还是会被蚕食，就算你回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结果。既如此，我更应该回到龙山国。如果连雪鹰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从今往后我将会一直活在痛苦之中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如果要下界根本就撑不过几日。我不管有几日，就算只能见到雪鹰一眼，我也一定要回去。那个人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从回到魔血国，我没有一天是不想雪鹰的，我每一天都在回忆跟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真的很想他，如今他中了巫毒，一定是他最痛苦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却不能陪在他的身边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。少主，那你自己陪着他，就算我们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，我也愿意。